苏州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的冠军，最终他是以大比分4-2战绩胜。在2013年，中国举行的和谐公开赛，当时马龙是4-2赢球。哦，这一分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有可能，是上一届的这个奥运冠军张继科，那马龙，那么第三分哦，有可能会变成是许昕哦，这个左手棋。哇，机会球拉丢了。所以最后呢，在后段哈，射开，欣赏。这全世界最顶尖的桌球比赛，好，终点才对了。马龙在第四局是先持得点，哇，又是主动的变线，转正手，还是马主导整个，撤开了，应该有机会了吧？哇，运动发球，嚯！连攻500，哇，确实不简单。现在7-4，这手短球出现，对啊，有点迟疑，不敢动得太快啊，确实不能动哈、哇，最后樊振东，光是一开局就打得到 deuce 非常激烈的一个对抗，放高球。再放过来还是马龙的机会哦。对，哇，一个再来100，大脚，许昕还坚持得住，继续来让马龙做一个哇，非常漂亮，法军跑道，这就是现在中国国家队的飞毛腿，就是这颗球，对，打完头又痛了，对，就是这颗球。在判断上的慢半拍，正手的对啦，可能并不会亚于张继科，但是比他还来得多，但是就是在国际大赛的时机上面，对，但是他们这前两号就以欧洲来说还是不会。积极的抢攻，好像这个抢攻。对，就是这边哦。最后你可以看出，是不是马龙呢？最后一球还是发到他的右边呢？哦，没有，改变方向了啊、哦！好球。哇，漂亮！对，最后这一次马龙是顺利的再拔，又是个半珠台。然后机会，马龙的机会，这球拉住，慢慢拉，对，一样拉住他，来回应他，加力。哇，球掉了！哇，拉住了。
张继科这边呢，其实也是比较可惜的一点啊。应该来说，其实今天这一场比赛哦，就是两位选手也是高张力的对决，怪招。啊！就、结果最后张继科这板球出界。去做回击，因为短颗粒他没办法去给旋转，去给很大的旋转，回来的球就是下唐鹏的反手。我们的中路在没办法发力的情况下，也只能去过度去架起来。哇！我是把注意力放在正手，但是突然来一个反手直线球，最后拼这一板也没有打进。哇！马龙在第四局，即系成人赛咁啊，当然要希望可以攞到成绩啦。不过佢就好后生，18岁嘅啫。咁样打翻转头嘅，但系而家上咗国家队都一段时间啦，喺队里边。啊！呢、這个接得好，哇！范振东都估计到啊，好快走去正手对拉啊！马龙翻，顶起！哇！嗱，呢啲难度大咧，佢又打得好靓嘅喎，帮佢晋级。马龙好少咁激动啊！系咯，平时佢个人都好似好内敛啊。系啊。咁啊，事實上就范振東，在單打，但是這是第一次進入男單的決賽。哦，漂亮！馬龍呢，和方博有共同的一個特點，是前三。马龙正手转拉直接线提气，这个时候就人的这种整个气势整个精神状态是更重要的。马龙侧身，好球，有了，方博继续进攻，拉住马龙反手，马龙反手反冲，继续侧身，马龙扑正手，马龙拉直线，10-4，短的马龙拧了，这样马龙11-4，6-2，拿下了这场男单的决赛。6game points available。Result in this match in terms of getting a game or two, bu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Ma Long and Fang Bo. Didn't happen there, he just did something very impressive.Backcourt, Ma Long hitting it out wide. Oshma making several incredible shots through this point. Inside out forehand, big hooking forehand, another inside out forehand. Just incredible, Ma Long to win that point. Oshma with so many shots.Let's see this one again. Opening backhand, big inside out forehand. Again, look how far into the backhand court he is. One after another. And... Spin shot from down low. 7 in a row for Ma Long to take the match. And heartbreak for Yuya Oshma. First serve.
Serves game point then for Zhu Xin. It's just amazing. Welcome to the circus. The flick shouldn't have come back. It did, somehow. Zhu Xin still put a lot of pace on his form. Ball didn't come onto him like he was hoping. If it hits the side, it doesn't count. If it and he's done it in a cruel fashion.角度给带开，好球！哇，龙台反手的发力啊！对，这一分守的漂亮。对，维塔斯还必须要赶快找回他的节奏，角度跟马给带开了。 没有说急着要一板打死维塔斯啊，先慢慢把角度给带开，维塔斯这次放高球。哇！所以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维塔斯有可能去调整他的站位，就是说再往前进一点。这个是比较难，因为他就是从他的打法本来就是以稳为主嘛，对他本来就是以稳为主，那基本上他要去变他的这个站位的话，跟他的打法又。 后面还是会有影响，因为你毕竟是开局是一个8-2，一个大幅度的这个领先，对，最怕这种该赢的赢不下了。对，该赢赢不下来，你第四局你打起来又会比较犹豫了。对，那假设你这局拿下的话，你是3-0大比分，绝对的一个这个领先的这个优势。这样杀高球，对，很有耐心哦。维塔斯也很，还有4个赛末点。 结果这次的接发球，维塔斯直接接掉了，让马龙11-6拿下比赛的第4局，讲到奥恰洛夫整体的发挥了。发完之后马上选择后退，哇，漂亮，漂亮，是胜过奥恰洛夫的。啊，这次的发球直接被马龙给识破了，接发了这一板呢就发动攻势。哇，这个不简单，落连发胎。 2分领先奥恰洛夫。好，杀高球。哇，马龙这是化被动为主动哦，从原本的防守，最后来到近台的位置哦，伺机反攻。这个球已经精彩了1分了，掉开了，马龙还可以从桌子的等于是旁发球的落点完全在马龙的掌握之中。 6个赛末点出现了，最后奥恰洛夫正手回击出现的结果，也让马龙再11-4抢下发球。最近这2-3年啊，樊振东窜起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啊，包括也代表中国队出战南京青奥拿到了金牌，今年在中国乒超联赛呢更是缔造了27连胜的可怕战绩啊！哇，这个球已经。 发力哦，那你可以看出哈、哦，马龙呢最后他的正手呢，这种力量，上双方呢都有一定的能力，就是后段要怎么去布局。你看，哦，又被马龙非常有经验啊，没关系，你发力，你领球我就等在那边啊、哦，然后最后这个一板的。 击球，而且是直线哈、哦，早就算计，这个是。
8-7，还是摆转，这个球就不错了。哇，靠着非常快的反应啊，把樊振东的猛攻给挡了回去。对，是已经樊振东呢打得非常刁钻哈、哦，结果呢位置呢完全是被控制住。这个设计也确实一直给小老弟很大的压力。现在马龙逼出了冠军点，哦、应该劈场，对，应该劈场。哇，最后樊振东的反拍出界，马龙在地上翻了一圈，11-8，这是第四局的比数。世界球王马龙直落四，在冠军战啊，没有让对手小老弟樊振东。哇，整个身体的力量。4-4的比分。德国教练罗斯科夫可能觉得他上来打也没那么惨，看得无奈啊，他放高球。马龙的赛末点，最后这颗顺补回来了，11-4，马龙非常赚得上旋球，让马龙再次的超前。好，转球对抗，哇！好，除非你是削球选手。马龙，好发力。哇，等在中路啊，也算准了。有点不同的。突然手上的感觉比较不对啊，这一局马龙连连掉分。哇，拉的比较高一点。把守住。哇，干脆换位置改变。哇，这个球脚步。手背的伸展就可以看出，哇，撤开了。好，是先防守之后找到机会反拉，哇，马龙。好，哇，再拧开哦，这个球漂亮哦，改变了接发球的方式，这个变化在关键分上。Что на Олимпийских играх может очень достойно выступить.Кстати, в теме про Олимпиаду не буде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Жан-Мишеля Сейва. Недавно он заявил, 3 декабря заявил о том, что завершил карьеру Жан-Ми. Сейва пользуется своей сильнейшей стороной очень активно. Браво! Вот прям упираясь на ноги, да, стоя в очень такой уверенной позиции, так и в воздухе бывает, вот, что прям вот зависает как-то в воздухе, перебегая из одного угла в другой. Вот, пожалуйста. Добивать нужно, нельзя такие подарки делать Малону. Из любой точки площадки просто, вот мощнейший топ-спин. Я не знаю, выгоди Малона. Даже в случае проигранного финала здесь, на гранд-финале, останется все равно пока лучшим из лучших. Но все-таки в какой-то момент немножко он допустил слабину, рассредоточилс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было немно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где-то понадобилось этих ребят. Смотрим.Словами, эмоции Малона и Фанжендона. Матч достойный гранд-финала. Матч достойный всего года, наверное. Молодцы ребята, спасибо за такую игру. Просто порадовали. Это очень неожиданная развязка.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матч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у, всех партий.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матча мы были в напряжении. Поэтому
Очередной красивый настольный теннис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ннисистов. Мы с вами посмотрели лучший настольный теннис в их исполнении. Вот и эмоции даже подарили.